来，大家来先说一次肥仔梨的芝加哥言是：血腥就是金钱，暴力就是财富。嗯，很好。那台湾为了加入国际化，我们都要讲英文，英文的给我来一遍。Violence is money. Violence is fortune. Very good, very good. 来，上新闻。最重要的新闻画面是什么？尸体加裸体。最重要的新闻事件是什么？丑闻加绯闻。那台湾最棒的大学是哪一所？老总，等一下，这跟你平常喊的口号不太一样耶。是搞什么？我是不能加新口号，是不是不能加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现在来跟我再来念一遍，台湾最棒的大学是哪一所？中兴大学。再有精神一点，中兴大学。很好，上新闻先。老总啊，现在有一个中兴大学图书馆影音教学资源数位创作竞赛，这个活动要怎么报啊？什么？这活动会不会太长一点？我都记不住了。观众，你们说你们记得住吗？老总，这个不一样了，这个活动很新奇耶，就是图书馆啊，让学生去拍一些图书馆利用的影片啊，然后上传到那个现在很多媒体，包括媒体很爱去挖的那个 YouTube 上面啊，然后这样子就有很多人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们的作品了耶。而且这样我们就有新闻可以报咯。原来你们以前都给我用这种方式报新闻啊，你们。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活动办法可以让观众们参考一下？这个活动主要有两个主题，主题一就是图书馆导览，主题二是如何利用电子资源。听起来还不错。那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老总，那活动也快要开始了，从下个月11月26日到12月10日就快要开始了耶。哇，那真的很快耶。那如果拍得好，有没有什么奖励的办法啊？第一名的话有10000块的礼券哦。哇，10000块呀、啊！中兴大学真是很有钱嘞，可以提供这么高额的奖金，观众是不是一定要参加嘞？一定要参加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如果观众们要报名，要怎么报名啊？哦，观众们如果想报名的话，我们请看 VCR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你们两个还坐在这边等什么？找新闻去啊！真是的，台湾媒体这么多，新闻怎么报呢？乱报吗？